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频道，我叫石头。我们今天又来玩剧本杀，今天的题目是这个消失的新娘。好，我就是这个桌子呀，我要来娶我的老婆，但我老婆不见了。这几个都是嫌疑人啊，来介绍一下你们自己。我是曲诺青，是他的邻居。我是刘小月，我是女佣，女佣多可怜啊，女佣就好好做事情，好不好？很可怜，命苦哎。讲话，讲话。嘘。啊、哦，你看主人这样一句话就 OK 了。来，这个是谁？呀，我竹芳姐啊，他青梅竹马。所以啊，我兄弟啦。对啊，我兄弟啊。大家看我们玩完三个小时之后，还可不可以这样笑得开开心心的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刚才玩完剧本杀了，耶、yeah! ！但是我们失败了。来讲一下各位的感想，来，我们凶手先开始讲。凶手，你干了一堆好事。怎么讲？就是你们都是不会嫁给我。他还是说我很爽，他是疯子啊，这个是，我讲的话，这个是疯子，都是事实、我们没有让他听他的话。来，这个妖精。没有没有，他只想吸我的阳气，他只想吸我的阳气，这怎么可以？是没运动的。我就无奈啊，从头到尾就。你还相信我们是好兄弟吗？没办法，你就嫌疑太大了。没什么好嫌疑的啦。他就想干我老婆、啊。没有没有，都是前面的剧本。好，后面就知道我只是什么都不是，不关我的事。娶那么多老婆，娶我 OK。好，影片到这边结束咯，拜拜。喜欢的影片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，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再下次见，拜拜。